收你100万富翁。开始嚟啦 ，OK， 睇睇60000大元嘅问题。哇！以下边一部啊，不是莎士比亚嘅四大悲剧之一，边一部唔系？我哋睇睇啊。A. 李尔王 ，King Lear。好快乐。布赛罗。C 系哈姆莱特。D 系罗密欧与朱丽叶。B 唔系。冇错。唔系 Shakespeare 嘅。我读 drama。唔系 Shakespeare 嘅。肯定唔系。B 肯定。King Lear 就系。系啦，唔使我哋决定啱 B 啱噶啦，拍定手先。Yes。最后答案。B。B。错嘅。是 Romeo and Juliet。 为什么啊？8000大元，给你掌声。我读 drama。 我读 drama。 我读 drama。